栋建筑仿佛艺术精品般，蕴含着细腻优雅的气息，置身其中的舒心感受，很难想象这是一家美学牙科诊所。每一处细节都能看出邓祥俊院长对看诊环境的重视。因为前身是一般的牙科，那我们做这个转型呢，就是为了符合更现代的需求，那就致力着重在于美容牙科。我们从整体的外观上面就呈现出就是一间精品诊所的感觉。我一开始是在台北荣总的牙科部，后来辗转就是到了诊所，然后中间也是不断的就是有去国外进修啊，那也学习到很多就是欧美那边的技术。我最有兴趣的就是在于美学的部分，因为其实这个东西在国外已经是发展的非常成熟了。所谓牙齿美学的话，就是指说不单只是看一颗牙齿的美，应该是说整体呈现出来的感受，我们就是要跳脱口内，我们要跳到整个，包括你讲话、你的五官，然后还有你笑起来的样子，我们都要列入我们的评估的范围内。目前就是感觉怎么样？都还 OK 啊，都还 OK， 都很好 ，OK。所以咬东西什么都还算蛮适应的。目前都还可以，还可以。他也会很细心的去回答一些有关于我想要知道的一些问题，然后再来就是我觉得护理师都还蛮亲切的啦。最初的牙科美容部分呢，它是最早的有矫正跟冷光美白，那这两个东西它都没有办法就是完全去改变牙齿的美感。颜色跟外形并没有办法做一个本质上的改变。现代的美容牙科就有加入了贴片这个部分，就可以做一个完全的去做改变。所谓的一日贴片呢，它其实就是有包含微笑重建，有一些可能有特殊需求的，像是说有缺，就是有需要做假牙的，我们也都会搭配到。一抹迷人的笑颜，让不少人为之向往。诊所采用数位科技诊疗，免除传统硬膜的异物不适感，并由软体的精密设计，让想追求恰如其分一口笑容的族群可以多一份选择。我们这边就是有 3D 的口内扫描机，那它是可以很快速的就是做一个口内的 3D 建模，电脑会去做一些路径的分析，就是说它会看说你牙齿修整的平整度啊、细致度，它都会直接用电脑数据去把它分析出来。我们还有搭配水雷射跟显微镜的部分去做放大，然后医生就在这个很微观的地方去修整牙齿，所以线条什么的都要很细致明确。雷射这个东西其实在医美上面是很发达进步的，那我们运用在牙科上面呢，它是可以做牙龈的微整形。我们还有一个数位技工所，那里面有我们的助诊技师，我们也是使用比较先进的设备，有包括齿雕机一些它的周边的设备，它就是可以稳定的产出有质量好的假牙或是贴片的部分。那技师他就可以更着重在设计跟后置牙齿上面，那他们就可以把牙齿就是做得更美、更栩栩如生的感觉。当天扫描完之后，我们技师就会开始进行设计，然后跟用齿雕机开始制作假牙的部分，还有后置染色。晚上我们就可以进行装牙、装正式的牙齿了。半天的时间就可以完成我们的假牙的部分跟贴片的部分。有别于一般诊所，邓祥俊院长更是投入高端设备，并整合医疗资源，让助诊的专业数位技师能直接给予患者最专业的建议与协助。目前适应上还有什么其他问题吗？目前刚做完，有点酸酸的啦。通常做完一到两周会有敏感现象是正常的，它会慢慢的缓解。那清洁部分就一般刷牙，再配合牙线使用就可以了。我们整个诊团的人，每一个成员都扮演自己的角色，
这样才能把完美的笑容做好。不光是医生、技师，甚至从头到尾的服务，这些都是环环相扣的。邓祥俊院长除了专注于美容牙科领域发展，更不断进修，带入更多最新的医疗观念与技术，将诊所的水平推向业界浪潮。他也期待能够借由牙科医疗的提升，为大众带来更美好的生活。